台北市议会军事学校访问团是从今天上午10点起展开活动。他们由议长林景生率领，首先到政治作战学校访问，校长陈守山曾经亲自接待他们。市议会军事学校访问团在访问中赠送了慰问金，也参观了美术教室、绘画家学以及木兰村。市议会军事学校访问团一共将以4天的时间访问全省各军事学校，代表全体市民表示崇高的敬意，